近日，关晓彤、宋威龙主演的古装权谋言情剧《凤求凰》正式开播，官方发布情感版预告，进一步引人观众期待。在官方发布的预告中，我们可以窥探出剧中众多精彩的感情脉络。楚玉在悬崖边面对容止割发断情，泪眼婆娑，自白自己爱上了不该爱的人。容止眼神闪烁，却轻笑不回。此版预告也首次披露了霍璇和拓跋云这两个北魏角色的感情设定。霍璇质问容止一颦一笑肝肠寸断，拓跋云在家国和情仇的爱恨交织间，人性走向悬念难测。据悉，此次《凤求凰》剧组为力求还原南北朝风貌，曾赴敦煌参看壁画，而为了剧中服饰刺绣能达到心目中理想，找到失传的技术，也曾不惜远赴印度考察。暗香浮动，人性难测，期待《凤求凰》带我们领略那一段南北朝风起云涌的动荡岁月。